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好日子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藏酒会香，藏病会重，藏柑仔会烂肥啦。藏酒会香，藏病会重，藏柑仔会烂肥啦。那讲到酒，就给我来讲。我若像酒国英雄嘞，啉酒是解唔好，啉酒阁会惊嘞。不过人咧讲，一按好酒是愈甜愈香。你看，人讲今年的好酒，爱放几十年，阁几十年，对唔对？对。啊，若换过转来讲，咱人的身躯若有病痛，就千万唔通藏，病若藏愈久，就会愈严重。所以讲，有一点仔无爽快，就爱紧去予医生看，千万都唔通藏。小可病若藏久，就变大病，甚至严重，性命休去。嗯，对对对，啊，照你讲，感冒就换我来讲。这柑仔若慢起来，就爱赶紧摕去市场卖。若无，规人内底若有一粒是烂的，柑仔的细菌就会过，会传染。若无，是甲摕蛋掉，人工规人的柑仔就全部拢烂了了。迄若无通食，阁真费气。爱甲烂柑仔摕去蛋去夹。啊，阮阿伯伊就伫床脚咧煎果子。我若去因兜，哪有果子通食？哦，赞哦！啊，毋过我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恁柑仔逐粒拢会用塑胶袋仔甲包甲好细好细？诶，是安怎？我嘛感觉足奇怪啊，足野格，要食时阵就爱搁一粒一粒甲掰开，甲透开，啊，这是无要紧啊。啊，毋过阮阿伯要卖时阵，嘛搁爱对塑胶袋仔甲摕出来。哦，真正够工哦！啊，阮阿伯就是惊卖收久，有诶柑仔会烂去，到时阵搁倒着别只，啊，规箱就烂烂去啊。这可比是那人咧讲诶一句话：害群之马。本来一排马，行甲整整齐齐，排甲好势好势，要经过越平台诶时阵，主人官看甲足欢喜。拄要拍土啊，拄啊好其中有一只马，脚步煞弯去，敢若一只猫，害规阵拢变甲哩哩啦啦。对，今仔日的俗语阁真有意思哦，啊，咱着阁来念一遍。藏酒会香，藏病会重，藏柑仔会烂肥啦。多谢大家。